分访谈，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就是私照车市场。没错，上个星期我们就看到了两名新业者宣布进军本地的私照车市场，分别是本地公司 Ride 和印度公司 Jugno。那么根据市场有约向 Ride 了解的最新消息呢，目前他们每天接到的乘客预定数量呢，是比上个星期三推出当天的2000个呢是多了50%。没错，那么新业者的加入会怎么改变私照车市场的局面，又会怎么影响乘客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国大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教授李德宏博士为我们继续分析。李博士，李博士好。那么在进入今天的访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街头访问，我们听听公众对新加入的私照车业者有什么样的想法。当然是对我们消费者是好的，是件真的是好事，因为会有多一点的promotion， 然后因为现在最近只有 Grab 嘛，然后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promotion discount， 对我们来讲也是不是好事，因为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力就是他们是One man show， 就是他们引导完了。哦，我会想要尝试新的不同的服务 ，I mean to 看它好不好，呀、So 我们大家都喜欢选择，对，如果它好的话，当然我们会用它，呀、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比如我从River Valley 去到CBD， 通常是7块钱，可是 peak hours 的话就是17块钱，是蛮贵的嘞。所以要是有这些其他公司进场的话，这样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吗？也要看他们就是有没有 promo code 啊，就是这种对我们 customer 好的那个 function 啊，就当然会想尝试啊。不太清楚它跟像 Grab 之类的有什么区别，比如说价格上它是不是更优惠一些，如果是有些优惠的话，我还是愿意试一试的。Stabilize 一点点的时候，我那才会去使用它。对，还是觉得那种计费方式不应该太复杂，不然的话对乘客像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比较难确定是要用哪一个apps 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公众基本上他们都不喜欢就是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说有竞争才会有进步。那李博士，你觉得新加入的这些业者真的可以给 Grab 带来竞争的压力吗？我想根据刚才街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对于新业者都有很多的期待。是因为呢，从消费者的行为来讲的话，消费者一定有尝鲜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Ride 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订车的数量也增加，我认为这都是在这个市场还在调试，市场本身还在调试，那么需要一段时间，当整个情况稳定了以后，这所谓我们讲的情况稳定是指业者所提供的服务稳定，以及消费者的行为，当他在判断就是说有不同的业者同时来提供这种交通出行的这个服务，他可以跟消费者可以根据他本身无论是服务水平，无论是车资方面综合考量，他可以选出一个他愿意依赖的这样子的一种业者。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化，需要的是时间嘛？对，需要一段时间。要分一杯羹的话，要出怎么样的怪招，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才可以能够招揽这些顾客呢？其实我们看刚才的这街访当中啊，是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听到 promo code。对，要有促销价钱，要有折扣啊。那我认为这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是无可厚非，这是很符合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行为。是，因为在经济学里面，每一个决策者一定他所追求的是自利，他要对自己有好处。那么在这个私照车的市场，怎么样叫做对自己有好处，就是有 promo code。 但是呢当有 promo code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早前在 Grab 跟 Uber 的时候也不外乎就是因为 promo code 的原因呢，导致一家业者呢可能无以为继那么他被迫到离开这个市场，或他选择离开这个市场，而且不单单是离开新加坡市场，而是离开整个东南亚的这个市场。那么因此呢当有 promo code 的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就经济学里面的话，你可能会迫使业者要去得到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市场份额，而去提供一些低于成本的服务。那这个对于这个行业、这个产业来讲，这是不利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新加坡，我们觉得私照车的确是提供了自己用车以及公共交通
啊以外的另以及这个德式以外的另外一个选择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帮助这个产业能够更健全的这个发展，而不是一味的来依靠这个 promoco。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私造车在过去新加坡虽然我们的德式数量很高，我们新加坡德式数量最高的时候有28000辆，我们的人口当时只有530万人左右，人均的德式数量新加坡在当时在同类型的国际大都会当中是最高的，但是反而我们想要叫车叫不到，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换寡，我们不缺德式，但是我们换的是分布不平均。当私造车进来之后呢，改变了这整个生态系统，改变了这个生态环境，很大幅度的改变了我们的使用者的这个体验。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就应该要，我们如果喜欢它，我们爱之，就不应该要害它，就应该要让这个产业能够健全的发展。因此呢，单纯的只是寄望说所谓的竞争呢，我认为这消费者他在这件事情当中有存在一个很大的这个迷思，竞争不代表有多的业者就是竞争。我们当时过去我们的德式也有很多业者啊，是的，难道有竞争吗？我不认为他有竞争啊。那么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说，一个好的竞争它会衍生，它会发展出来的这个市场效应就是服务水平会提高，价格会下降，但是呢不应该是低于成本的价格。是，那么现在很多乘客可能在想，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应用程序，到底哪一个最好呢？其实我们也试用了4家私造车和德式公司的应用程序，发现啊，在午餐时段，从璧山到宜丰城的车资收费最低的居然是 Just Grab， 13块钱。而从璧山到玉郎东的车程呢，同样也是 Grab 的车资是最低，那么业者之间的收费差距介于2到3块钱不等。所以业者多了，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压低这个车子？我认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的啊，但是长远来讲的话，业者是否有足够的这样子一个企业资源继续的来做这种价格上的竞争，我认为这个其实还是有待观察的。而且我还要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竞争啊，竞争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整体的市场的效率。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这个竞争，其实不是经济学当中最有效率的一种竞争方式。经济学当中最有效率的竞争，我们称为 perfect competition， 就是完全竞争市场或者完美的竞争。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市场？它这种就是业者进出这个市场，它的门槛很低，那每一家业者有单独决定价格的权利，那么而不会说瞻前顾后看观望别人的这个定价措施。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市场啊，就是私造车的这个市场，甚至包括德式的市场，它都是处于一种寡占市场。那么寡占市场的话呢，它的竞争效率来讲其实不一定是最好的。没有错，我们看到多个业者提供不同的服务，但是它在价格上，它的服务的本质上是否有绝对的不同，或者是绝对的这个影响这个其实都还是在未定之天。是，李博士刚才谈到了定价，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印度公司 Jugno， 它就推出了一个挺特别的一个定价方式，像是一个竞标一样。竞标的定价系统。对。它这个竞标的系统，它其实是把德式它其实把司机啊，私造车司机推到前线，让私造车司机来决定，就是说我愿意以什么样的价格来提供我的服务。那如果你站在司机的立场的话，司机他犯不着提供低于成本的这样子一个价格。那么因此呢，再加上他还是要面临到 Grab 的竞争，因为 Grab 并没有采用这样子的一种定价方式。因此我认为这个掌握企业资源比较多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Grab 它是市场龙头老大。其实我蛮担心这个印度公司这种定价方式，它可能很容易的会让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呢，就用价格的优势呢把它给覆盖掉。因为目前这个应用程序它是这样子，就是私造车司机他会看到 OK， 我有这个单子啊，公司建议这个价格，我也可以选择比这个价格多10%或者少10%，或者我自己可以输入我自己觉得想要的。但是如果纯粹以价格来竞争的话，可能真的是不敌龙头老大。所以这种另类的计算方式在本地是行不通吗？
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了。这个其实我们自己过去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也提出过这样子的一个定价方式。我当时其实是蛮惊讶，就是说它可以运行，这家业者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呢，我想这个终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你这个竞争的这个本身这个系统当中，因为今天我们的私招车市场，在新加坡的私招车市场有一个非常强力的这个业者。那么因此呢，别家的业者要在这样子的一种市场竞争氛围当中呢，杀出一条路呢，我认为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好，我们也看到这个优步合并计划呢，也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现在又有新的业者陆续的来抢滩，那你怎么看呢？这个预计 Grab 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举动呢？我相信以 Grab 它所掌握的市场资源以及它所掌握的客群呢，虽然我们今天看到 Grab 就是说它会降低对于乘客以及司机所提供的直接的优惠，其实就是 promo code 啊，但是呢，它取而代之的是有别的这种优惠措施，比如说这种客户的忠诚度的奖励计划，以及利用别的方式啊来帮助司机呢来降低他的经营成本。所以我认为这种做法呢，其实是更有助于他公司本身啊稳固他的客源以及稳固他的司机群。是，对你的生态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一个运作方式。是，没错。而下来，我觉得整个私招车市场精彩了，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业者，所以我们拭目以待。谢谢李博士，谢谢。好，那么新加入的业者将会如何改变本地私招车市场的走向呢？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而说到变化，广告过后带你去看看陶艺是怎么改变一位曾经失足的铅球板。如果我们接受我们以前的过去没有上过釉，还是比较暗的一面，我们就能往前走，有发光的机会。他是怎么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发光呢？锁定稍后的小人物大雄心。